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富翁摇钱树》，赚钱真快速。你有规划，才能够稳中求利。现在很多人都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，开始喊空，开始翻空。你这个时候喊空，会不会很危险？你如果什么都没有规划，那么你要小心的，你很有可能会被空，你说的空在低点嘎上去。所以操作的逻辑里面，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会跌？我想我过去跟你讲的非常的清楚。你现在看到台指期这六天、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下跌多少？下跌了260几点，把整个十月份的涨势全部都吐回去了。投资朋友，只要入对，就不怕入遥远。就如同你看到什么，陈红在跌停板之后。你今天看到什么？英业达今天又在跌停板。你说老师啊，英业达是跌两根啊，怎么会是第三根呢？投资朋友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一根、两根、三根，中间有很多英业达这边撑不跌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在会员的传真稿，我们还是每天追踪，我们甚至于在这个地方做加空动作。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知道。因为我们讲的你都没有听，就是从之前跟你讲过，大盘来到这个地方要小心，因为昨天的现行里面是什么？单双锤打砖。你说老师啊，双锤打砖应该是底部了吧？我怎么讲？你把它放近一点，破底的危机还没解除，破底的危机还没解除，今天就破了。那为什么我这样讲？我在昨天我不是有告诉过你，现货是双锤打砖，但是期货怎样？期货是个探底线，台湾五十是一新二阴，而整个 OTC 是什么？搓揉的杀手 K 线。我想这昨天都跟你讲过了，你有听你就知道我讲什么。你如果什么都不听，东看西看，这个时候很多人看空。所以你也分不出来，可是当你开始做的时候，发现哇，怎么有些人是这样子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？你若是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，那么现在你一定是看空的，我敢这样保证。人家在做空是这个地方做空，所以我跟你讲过，双十决战，双十决战，在当时所喊的双十决战是10月10号，今天11月8号，一个月时间，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从这边回过头来看，这边放空对不对？是对的，这地方放空对不对？对的，你有没有做？你没做，因为在10月10号的时候，我喊什么？双十决战，毛起来空。你反而质疑我说：“老师啊，你为什么不做多？大盘在涨，你为什么不做多？”我如果真的做多了，我就害了你，害了你一套。可是有些人是这样子，上面喊多，现在市场上怎么讲？说啊，赶快多单续报。或是准备大买大跌大买，投资朋友，我知道你看到台指期六天杀了265点，到这个地方，很多人的多单是在停损，对不对？期货还破底，是不是停损的？甚至于怎样，你的期货想说啊，我等反弹再卖好了，结果呢，每天往下做破底的时候，你的期货是多单越套越多，甚至于我说什么要放空你。有看，但是你下不了手，每天跌，这六天的下跌把一个月份缓涨的上涨的幅度给全部吃掉，什么意思？你这一个月里面，十月份，如果你是做多的，你看到大盘过去这样上去之后，哇，应该稳了，现行转好，当你做多的时候，你已经套住了，你还自己还不知道而已，投资朋友，所以说股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。很多的股票是有些已经开始破底了，有些还在我们说的头部即将做补跌，但是就整个指数而言，你赚到了没？你赚到了没？你说双锤打砖会不会破？我昨天告诉你会破啦，既然会破，你逃命了没？你没逃，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你现在怎么办？所以我说过，你要有规划，你有规划你就不用怕。例如说，假设。你有拿到我们的传真稿，我会把我整个规划
全部写在传真稿上面，因为这是我的想法。我把我的想法先告诉你说我要怎么做。来，在昨天我是告诉你这四个数字里面透露两个，两个保留好，这两个保留，我们现在公布答案。我公开8273跟8231，是8273跟8231，那没公开是多少？8326跟8188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写上去。8326，8326，还有8188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白纸黑字，眼见为凭，都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8326、823、8273、8231、8188，对，好。这是我们会员，或是你有拿传真稿的，你知道，我在昨天怎么讲？我说啊，从这一根线我们可以推得出来，明天怎么走？我的看法是明天是收跌的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啊。透过睡醒预测，你能够比人家早先知道，而且我还跟你讲什么？明天的早盘的卖压会很沉重，可能会跳空或急杀，有没有跳空？有。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的模棱两可。中长两波拉升有拉，但是幅度不大。为什么？我说什么？量能无法放大。股王量说收跌或收黑。所以今天你看到什么？大盘不止收跌，甚至收黑，完全精准。你都规划好了，你还怕你赚不到吗？赚多赚少一回事，至少你今天不会做错，投资朋友。所以我们来看。这是我节目上讲的，你有我们的传真稿，你还有我的讯息，我们来模拟一下。如果你有我讯息，你看到我传真稿已经跟你讲了哦，你知道明天怎么走，你心里有谱了，是规划好了，有谱了之后，早上看我的讯息，我怎么讲？今天的观察重点在于多空转换是否成功。那怎么看？第一个，先以8231为强弱关卡。第二，大盘若反弹不到15点的话，那么则正在空方。好，8231为强弱关卡。来，投资朋友，今天早上开多少？8230，有没有？这是现货，这是期货。第二步，大盘如果弹升不足15点的话，正在空方。早上我们看到什么？这是我昨天跟你讲过的哦，有没有？开盘涨要超过15点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期货早上开 B 测8231之后，这个关卡往上弹，好，往上弹的过程里面，今天的现货一开盘是直接开低的，就是我昨天所说的。以开盘来看的话，它是弱的。开盘弱，盘中的反弹的高点，今天高点多少？8266，8266，我们看这比较清楚，有没有涨超过15点？没有，所以你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做放空，8251放空下来，8231补反弹之后高点。看清楚了哦，我跟你讲过的，8273有没有？8273高点，8273，今日高点多少？8269，我们把它放近一点，8269，8269，8273，8273，怎么那么准？你眼见为凭，你去调 V 线来看，或是从网络上看。上面都是有的，铁证如山。所以你说操作操作操作期货，它没有很难。这个方法它能够让你赚钱，你为什么不要试？在昨天我是就已经跟你讲过，依照传真稿所规划的点位，你都知道了 ，K 线你心里都有谱了。早上看盘，你知道什么事情？第一个，先观察强弱关卡。然后观察现货开盘是否涨超过15点，这条件如果都不符合，那你就知道我要怎么做了。符合了，那么你知道下一步怎么做。所以你有规划，你就不会慌；你有规划，你就能够在稳定中求利。投资朋友，
就是为什么跟你讲说八二三一要空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来看清楚了，八二五一正负五点放空，单冲期货波段都有，单冲八二三一补，对不对？好，波段八二三一空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整个操作逻辑里面，今天你看到今天现货又破低点了，期货又破低点了，你还在真呼呼大睡。所以操作真的没有很难。你看到什么？在昨天我所告诉你的，在今天早上你就知道啦。台指期开盘是不是破低于8231 ？Yes， 所以是弱势的。大盘开8235。是破8260，因为我昨天告诉过你8261 82862 8262一开盘开多少？开8235，它也是弱的啊。 Yes， 所以依照整个规划来做，你就知道今天怎么做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投资朋友，没有很难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，如果说你真的有依照我们讯息来做的话，那么你是很轻松的。那如果你没依照讯息来看的话呢，你开始说老师啊怎么办，你说的8231不能够破，那现在破了啊，怎么办？这个后果之前我早就讲过。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你现在看到今天为什么在现货尾盘无缘无故破8231？何谓8231？1143亿大量低点叫8231，这是不能破的关卡，结果破了。好，它破的话表示什么？表示整个多方是溃散的。好。那既然多方溃散，那告诉你什么？双锤打桩是破局的，下一道关卡是季线多少？8206。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第二波的攻击什么时候要启动？我想这我跟你讲过了，有没有？第一波的攻击结束之后，我们要启动是第二波。好，那第二波的操作里面要注意到了哦，你务必去注意到第二波的攻击。那么礼拜一它是个波动的盘势，那这个盘势它如果是长黑棒，听清楚了哦，因为这个线形的走法，它如果是长黑棒，因为它是这样子嘛，它如果是长黑，这不叫下降三法，这叫什么？叫做空翻、空头直垫，空头直垫的杀盘的力道会比下降三法来的更重。所以我们的操作逻辑是这样子：早上开盘如果没有过8266，那做空不用怕；但如果过了，要小心了哦，不要随便乱空。好，那如果盘中如果破8216，则我们还会有加空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整个操作逻辑，你要把我所说的给记起来，因为它真的没有很难，你只是自己不愿意动作而已。你有动作，那就真的很轻松的啊。你把它抄起来，下个礼拜的关键数字有四个一样。第一个数字8261，第二数字保留，第三个数字卖个关子，第四个数字8164。好，你把它抄起来了哦。看电视都能够赚钱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赚，你可以跟紧脚步，因为我们知道。你看到现行这样子杀下来之后，一个礼拜的跌幅把整个月都给反噬了。你过去的耕耘，你放空、回补、反弹，避免嘎空、再空，下一次收割。所以你说现在你在跟在屁股后面乱空，你如果过去没有辛苦耕耘，你现在是在耕耘而已。然后你在做什么？就做收割了。我们要做的是准备第二波的启动。好，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知道？因为我跟你讲过了嘛，我们不只在预测日线，周线也能够预测。在当时的这个位置点，反弹的第八周，我在10月21号跟25号到25号这个礼拜，我告诉你周线是什么样，是收跌的，有没有？21到25是收跌的。接下来这个礼拜为什么会长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空？而且我们是做对的，因为我告诉你。这个礼拜就周线中长黑，有没有中长黑？有中长黑，跌了多少？158点。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你看到的是人家怎么做的，
十月三十一号，这边是做多，到了八四五六之后反手多单出掉，反手放空八四五六，八四五六放空之后，中间的过程里面没有做过任何的一笔多单。我怎么知道这边是猪羊变色？投资朋友，我怎么知道？等你今天看到我老师啊，长黑杀下来呢，你就来不及了啊！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告诉你猪羊变色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你真的不相信？因为你说老师啊，我要看到才准啊！好，等你真的看到了，你来得及吗？你根本都来不及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能够算得出来？全部透过这本宝典叫《睡醒 K 线预测学》。我想今天是假日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了解为什么人家能够算得出来，那为什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转折点都能够公开预告？我甚至能够告诉你明天的价位，我都公开告诉你啦。我不怕你知道，我只怕你不敢赚而已。想学功夫，想了解什么叫睡醒预测的，想知道存人稿我们所写是什么，对于我们的操作你有兴趣的，我们欢迎你一起来跟着我们赚钱，利用广告的时候好好把握一下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飞，我喜欢骑哈雷，玩风帆，打高尔夫，整个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，跟大家郑重推荐淡水最优质的个案，假期人生，乐活成真，鸿盛新世界二，您一定要来看看。2622-6888，鸿盛建设，信义代销。狂贺成通投顾翁分析师，三洋坊和老慈三根涨停，单股锁单体验班，来电立即升等，名额有限。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通投顾就像以推数用数以全理电器审视观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睡醒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睡醒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；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陈通投顾，值得托付。狂贺陈通投顾翁分析师，三洋坊和老慈三根涨停，单股锁单体验班，来电立即升等，名额有限。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国家五院龙盘虎踞，考试院全掌百年人文命脉及政经学艺人脉，一窗一景，含韵八方，山水造势，传世气韵，翰林院璀璨落成。2236-0000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有句话这么讲，只做一只股，清水变鸡汤。为什么有这个把握？因为你透过睡醒预测，你不只用在期货上面，你在股票上面你都能够运用到。所以这本睡醒 K 预测学它的功能在哪里？让你事先能够提前早知道。这不是口号，你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，那你就不知道。你看过之后，你才知道，哇，原来人家可以预测的。投资朋友，就如同你看到什么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会告诉你猪羊变色？猪羊变色，猪羊变色。我们知道转折点，你看到什么？放空，反手放空之后，中间都一路放空，没有任何的反手做多，没有，都是一路空。从礼拜五、礼拜一、礼拜二到礼拜三、礼拜四，还有礼拜五，扎扎实实稳定中取胜，这才是你要的。等你现在看到，哇，大盘长黑杀下来了，
那你全部来不及啦、啊。你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放空，你知不知道你的风险比人家高？所以操作股票期货，你一定要有睡醒科预测学来帮你保护你自己，就如同做股票是一样的啊。只做一只股，清水变鸡汤，有可能吗？英业达第三根跌停，第三根跌停，为什么跌停？因为传出 iWatch 没有来，恭贺再度跌停，已经跌了第三根停板，从高点下跌23%，以牙还牙，加倍奉还英业达。所以你看，看什么？过去英业达在涨，为什么？因为 iWatch 嘛。结果呢？照妖镜出来的时候，原来是假的，比黑心油还假。三根停板送给你。过去10月16号第一根停板，恭喜停板。11月7号第二根停板，第二根停板。所以过去的三把火 ，iWatch、云端、太阳能，我认为什么？全部都是拉高出货，打到底板，第一根停板。所以你看到什么？英业达连续三根停板，我想我们过去跟你讲英业达是讲了很久，所以只要入对就不怕入遥远。当时跟你讲什么？英业达放空，九月讲什么？你要做华亚科放空英业达，华亚科一直创新高 ，KIA 并不降久，你做了没？你没做。英业达你有没有空？你也没空，你反而做多。我怎么讲？放空最后包容线，乌云罩顶。新闻说什么创新高？我说什么要放空？要放空，高档盘整，10月14号开始，16号一根停板，再来震荡之后，第二根停板，到今天第三根停板，你赚到了没？你没赚到。你现在跟在屁股后面放空，你为什么每次总是坐在后知后觉呢？投资朋友，操作股票，学会睡醒 K 线预测学，你就能够。抢攻钞票，加倍奉还，有功夫无懦夫，你还怕什么 ？TPK， 你赚到了没？你如果 TPK 都没赚到，英业达你也没有赚到，请问你要怎么做赚钱？做股票，它没有很难。你如果做空都不会，好吗？那你至少做多吧，投资朋友。华亚科你有没有做到？华亚科昨天涨停板。我们在利用创新高的时候，我们先卖一半。为什么要卖一半？因为过去是有买嘛，那创新高的时候当时先卖一半啊。当时是10块多，到昨天是21块，所以华尔科这一波涨了1倍，今年已经涨了4倍多。所以有call讯就是拥有财富。如果你要省，它绝对不是说啊，我们看电视就好了，投资朋友。就如同这档股票一样，这一档今天又要继续涨。我在昨天怎么讲？三阳反之前我们做到了，好，我们抢反弹，我们觉得说，哎，抢错了，先出掉之后，把资金转入到这一档股票，这一档，我是告诉你，转入这一档。三反我们等它突破到34.35之后，再把它接回来，在还没有突破之前，先把资金做这一档，资金转入。就这一档，我昨天就告诉过你了。今天大盘跌，单股锁单往上涨，看到没？就是选股，所以操作股票没有很难。你今天的股票如果套住了，你要学的是什么？如果你只要做多，请你做单股锁单；如果你要放空，请你跟紧脚步。投资朋友，怎么做放空？来，我教你。要做放空很简单，放空是这样子的。来，我们来先看这边。要放空很简单，全面放空的方法，找弱势股，找弱势股来空。例如像什么，金电，我们今天空了，你看到没？创今年的新低点。所以操作股票没有很难啊。当时金电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讲？试下空，放空，再加空。中间加空的就不用讲了，你看到什么？金电今天破低点，所以操作逻辑里面没有很难。做股票只要做一只，能够赚钱就好了。清水变鸡汤。你如果错过三阳法，
十月份一个月涨了13根涨停板，你如果错过三阳法，你如果错过上尾8天翻转38%，你如果你也错过了华亚科，专注投资、长线投资华亚科，错过华亚科这一波涨了113%，今年涨了462%。如果你都错过，那么这一档你务必跟上脚步。行情不好做，你更应该将你的股票集中持股，只做一档股票，让你清水变鸡汤。而这个地方，如果你继续犹豫的话，你套住了，没有人能够帮你。谁能够帮你？你自己帮你自己，给你自己个机会。我们利用广告时候好把握一下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省钱，随手关灯拔插头，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你。狂贺成通投顾翁分析师，三洋坊横捞13根涨停，单股锁单体验班，来电立即升等，名额有限，速价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股市投资，谁可以让您利空频传时总是动如机先，利多出尽时总是高档获利？成通投顾是一家具有证券及期货双证照的投顾公司，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、最资深的研究团队。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，将不用在股市中单打独斗。成通投顾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迈向财富人生。成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狂犬病全球普遍。